上你在现场吗？有没有喝酒？喝一点啊。不要撤了，没办法。再喝一点哦。那边撤一下，没超过就停了，好吗？刚刚喝宝丽达喝多少？你几点喝的？刚才四点多喝的吗？老板说很清楚了。配其他的吗？没有。四点多现在多喝一下，多喝啤酒啊，又喝一点啤酒啦。你还喝一点啤酒？对嘛？啊，做工的你要提干我们做工的，一定会滑的啦。不会了，你看你测多少？试试看了。好了吗？好了，吹，再来，不要停，慢慢吹就好了。让我说停为止哈，来，再来，好。来，阿杰加把握签名。今天是0.28，0.28是公共危险罪了。超过0.25就是已经是公共危险罪了。我带强力加班啊。不行啦，要唔着兵啊？无啦，你暗时嘛是爱食过啊？515动物叫。还要食啥？515动物叫。我讲真的，你工课做几工啊？爱食一碗饭的。118，118，幺六九。回答。多少？0.28。请留意道路选修以后。警方执行巡逻勤务。发现一名机车骑士违规，便上前将其拦下。那其向警方表示有喝了一些啤酒，是因为其老板体谅其工作辛劳，那请其喝了一些啤酒。那警方依规定酒测后超过标准值，依法移请侦办。那警方呼吁实职尾牙期间，如果饮酒后请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是计程车，避免酒后驾车，以免影响自己及他人安全。